哎，来了，节目回来了，回来了。这一博帅的，给大家讲述一下，确实那天我们在果子沟大桥，然后那边呢，他们有那个怎么叫什么来着？那个叫那个拍法叫什么呢？叫什么？旱地拔葱。旱地拔葱。对。然后呢，每个人去上面可以拍那个照片，那个画面。然后呢，我们就去每个人都拍了。是的。但是有一个兄弟就是说很可惜，他没拍成，因为他为啥没拍成？因为他游戏输了。哦，他游戏输了。对。然后就拍那个绿幕，贼好笑，贼好笑，贼好笑。一会儿有个经典名场面啊，你看不到节目。但其实，哎，还看不到节目吗？还看不到吗？哎，我们这儿都有嘞。为什么呢？哇，咱们跟大家聊天吧。聊天吧，没事儿。虽然大家现在看不到节目，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啊。我们先聊起。嗯。一会儿呢，大家可以在王一恒的。大家都可以去照顾壮壮啊！可以可以。哎，你是明天的，是你是后天的巡演吧？后天，对。对，我就是后天的。明天还要排练来着。嗯。加油！大家期待一恒的秋勇，秋勇。谢谢哥哥，谢谢哥哥，爱你哥哥。喜欢点举报，喜欢点举报。好，喜欢点举报。嗯。好笑，好笑，好笑，有梗，有梗。好笑，哎，你在成都吗？你在成都，过两天我们还要去成都啊。对啊。对。提早去了，先来看看有啥好吃的。对，他们有那麻辣兔头。那我跟你讲，成都我你就等那啥，咱们那个20多号的时候我带你去。咱们演唱会是吗？就跟对你去跟咱们上次在贵阳一样，我带你去。行，对，上次在我们在贵阳，唱完之后，二哥带我吃那个烙锅了，是吧？哎，我真好吃那个玩意儿，贼香，嘎嘎香。对对对，这回哥带你去一个哥大学里面，就是能开的那个电影。去你大学里面上上课。什么？上上课去你大学？对对对，大学，去我大学带你。真香真香。可以。他们看到了。大家有了吗？有节目了。有了。大家有节目了，是大家。有了，大家太有节目了。这边，你见他之后，哎，这拍起来还挺帅的，因为我也没拿过这个素材。对，我也没看到过。我希望前面我可以把这个素材单独发我一个 cut， 让我来。哎，我忘发微博了，我天。没事儿，一会儿那啥发，那个这个播完。我刚才拍微信贼赶，我就卡了3分钟到的房，到回来了。来不及了，差点来不及，马上你就要，你就说迟到罚200了，你啊，迟到罚200，200，哥，你马上吃吗？什么？啊？你说马上吃什么？嗯，你马上吃，你今天结束了吗？你一会儿还要排练不？我今天结束了，我今天的工作。你成都住哪个酒店啊？这个叫，这个叫我看看这个牌子啊。行了，不用看了。给大家说个事儿啊，有一天就是我们在跑圆的时候，然后不是，那是哪儿？是在新疆还是哪儿？忘了。然后在新疆时候，我说弟弟咽牛粪，然后弟弟真的往嘴里放，我吓死了，当时整个人都。哪有？那我不是我逗你了，哥。开玩笑，没有。哎，帅哥来了。没那么啥，哇，这是我，啊，这你，嗨，当时我记得你把那个鞋脱了，对对对，他说你是要来偷马的，不是，主要当时这个马呢，我就害怕他，因为马会踢人，你知道吧？就是你要从他后面上马的时候，千万不要从马屁股后面，因为他真会踢你。是的，你差点被踢了，不是？对对对，我被踢了一脚，我那天骑马上，他那个地方那天没拍了，这个鞋穿不进去，穿不进去，驴鞋不对马蹬，驴鞋不对马蹬，我看，他刚字幕上，嗯，太难踢蹬了，大头鞋了，那个马气，因为那个马身上一直有那个蚊虫，嗯，然后他一直在，我就他也动，我也害怕，好，你真的绝了，我告诉你。你知道吧？哎呀，这我跟你们讲，这还是老痛了。哎，增高鞋垫没掉出来。啊？增高鞋垫没掉出来。我那天没电。我恰好没电那天。是是是。你看我都不敢那啥，我都害怕。嗯。心碎驴蹄鞋。
鱼蹄儿鞋。这一点不帅了。这我最后的确定，真是二哥，真实的我。It's a real me。OK。玩个好玩的。准备潇洒了，什么？好玩的。玩个好玩的。看你怎么说。好玩的，你的美颜啊！包的，包的，我也开一个。一定要脱鞋，还要穿白袜。OK， 没事，别不穿没关系。OK。哈哈，爸爸爸。他自己升格了，他刚才。不好。慢动作。你看我的，自己做饭，他都没有给后期留饭吃。陆哥，你真懂事，畸形。大家别看，大家小心吐啊！这美颜死亡，美颜都真实。陆总，你可以唱那首。我要嫁给你了，嫁给你了，嫁给你了。别听，不听，不听。你看李浩，李浩这小子。浩哥还是很帅的，还是有画面。哎，怎么改啊？确定清楚，点那个默认就好。哦，可以，默认了，默认，默认了。好痛啊！调回来，我一定要把这素材我拿回来。可以，真的帅。下一个，真的帅。Brother， 大哥，不要马了。我还没上呢吗？这一期我们在，真的，我这两天好久没有吃那个辣皮拌面，又吃了。哎呦，当时去那儿差点吃的，每天吃的肚子撑死。准备了。对，那个时候真的是胖。哦呦，真是。不骑马这儿也挺大肉串，我天。对，大哥请我们去吃。第一天我们到新疆，大哥请我们去吃了一家那个，那叫哪来？那个叫，那哪个城市来的？哎，我也有点忘记了。对，那个城市去的吃的那个。那个叫啥来着？那个一顿大餐，巨好吃。我们馕坑肉，说以为大家可以吃很多的，但是那个馕坑肉我们只吃了一串就吃不动了。还有那些菜，大盘鸡，对，大盘鸡，对，哎呀妈！哥，你知道他吗？伯乐的骄傲，真好吃。中国好声音冠军，伯乐的骄傲，好声音冠军，冠军，哥，掏颗爱心，大哥掏颗爱心。嘿，林天问，还跳了，还跳了。弟弟染的什么发色？弟弟没染发色，弟弟出场是色的。怎么了？发生什么事？肚子闹肚子了？对，肚子不太舒服。肚子不太舒服。少吃点辣的。少吃点辣，你这两天你注意，你要巡演了，你这两天可不能吃坏肚子啊！这两天肚子不太舒服。对。马上到，哎，你是来最后的啊？哎，上一个是。来了，重点来了，直接走吧。哎，这个贼好笑。但是杨老给我看来是贼逗。对，贼好笑，贼好笑。飞笑飞了给我。你看这个绿幕。你不用谢。我在谢幕了。这么逗，这贼逗，我记得。我卡了吗？没机会了。啊，你又卡了。啥意思？要给我挡着？哎，谢绿幕。这个是用那个如影拍是吧？都不能用无人机啊！待遇降级，设备降级。这个无人机是另外的价钱，太过分了。来，摄影师上吧。一会儿整一个真的很好玩，这个是很好玩。悄悄我的草原，好好抠啊，我感觉。轻轻我的草原，你巡演唱不唱？摆啥姿势呢？包唱的，包唱的。我不唱，我的包唱，我的书包唱。整整四斤，嗯，四斤可以。四斤
刘洋，你飞吧，到时候给你 P 到在桥上飞。哎呀，我很期待那个，他最后说我们说 P 在任何地方。你看，你看，马上来了，怎么还来了？大家看好，大家看好，看。哎，巨好吧？啊，这已经是抠出来了，这抠出来吗？好像是啊，抠，你看头发就能看出来。哦。哇，这大仙就是。哇、哦哦，还挺帅。然后给你 P 进一号房，好漂亮啊！好漂亮啊！进一号房，在一号房他自己的床上，好漂亮啊！哇，好美、啊！好漂亮啊！啊，这个太搞笑了。太有才了，好漂亮啊，剪辑嘉宾宝，哎，我喜欢这段，太搞笑了，太搞笑了，那个床上贼逗，十个信田，对，那个披在床上也挺好，挺好笑的。哎呀，这站十个人完全没问题。哟，这小哥溜了，波。我们感觉有点像那个。为时间问题呀、啊。其实我知道。三。二一，哎呦，我的天啊！那是我第一次买那个帽子，是巨资20还是25块钱？真好，新疆是真的美。我当时去，尤其去那个乌孙古道，给我震惊死了。哎、对，太美了。又听啥呢？是真的。怎么播放了我在听的小说？哎呀，你没联系、啊、你还有你还有这段啊？你有啥好东西不跟你哥哥分享一下？我跟你说，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免费小说 APP 是不是下一期啊？免费看书还能免费？下一期的、嗯、要播了，真人讲应该是。你这一点诚意都没有。哎，是，下一期或者是下下一期播的没有？我们去看星空那次啊，星空，然后还拍那个中差，拍的贼有意思。哇，那个光波波，那个中差真的太搞笑了。就是其实是我们拍一个中差的一个时间。然后但是呢那段比感觉比节目还好玩，家人齐心协力呢，共度灾年，最后勤劳这是不是更有意思？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两种不同的效果，对，不同的效果，对，就更好玩了，感觉更好玩。对对对，哎呦，我看看是高队，我今天还没睡觉呢，我还没睡觉呢。对，我真没睡觉，我一晚上没睡。为啥不睡觉？熬夜了。我的小恐龙头套不让你睡觉，这不太疼了？你睡觉。昨天晚上我干了个贼有意思的事情。怎么说？我把《熊出没》的主题曲 remake 了。哦，你在家做编曲啊？对，贼好玩。你要唱吗？就我自己就没事瞎玩，也不唱。你怎么不叫哥哥啊？行，你昨天在。哥哥在北京待了很多天了。哦，是吗？是吗，哥？那可不。行、那我得亏我走得早。大桥中间了。啊？得亏我走得早。得亏走得早。嗯。不然哥哥这两天可是要去骚扰你了。我天！真的，你如果下次我回去你还在北京的话，你就在酒店待着吧。可以，因为我跟你讲，这两天我要做那个啥了，我要做那个美食探店博主，我在寻找北京的美食。我给你推一个吧。我可以叫你打卡。果然山路十八弯呢。我给你拍一个博客来做测评。我真的有很多好吃的铜锅涮，还有牛肉面。哎，你该说不说？我一会儿就想去想去吃什么东西？想吃什么？我昨天看到一家螺蛳粉贼好吃，就是昨天无意间刷视频刷到的。螺蛳粉必须吃那炸蛋。你开始爆梗了，弟弟。炸蛋，人生社会上的弯还是要少一些。在北京啊，我在北京放飞机。他们开始讲课了。哎，这个很有意思。我不知道这个，看，我不知道会不会播那个咱们走错路了。我说话不喜欢绕弯子。啊，走错路了，当时。所以说放平心态嘛，正常都这样，正常。正常的过去了。等有个弯拐过去。我都好久没盘了，但我一直拿在身边。直接一拐过去就是湖。好，草原就在前。特别美丽，特别壮观。我很喜欢弟弟这段，弟弟这段很有意思。哎呦，你这串儿、啊，哎呦，我起来。对，左边三里木湖。到了三里木湖，你看弟弟这个漂亮。哇，我靠，蓝色的。
他的蔚蓝色，嗯，说透你压膜般的澈澈。和亚欧板块，你那新歌我听了，导致附近多座山脉隆起。我觉得那个前奏跟间奏跟尾奏都挺好听的，都挺好听的，就除了人声，我觉得都还行。对，除了人声不行。是的，是这样的路线。那鼓打挺响。那特群我喜欢。冷水威胁嗯、完了，我又开始犯贱了。海拔最高，没有你。最大的高山地堑湖泊，也因为赛里木湖弟弟很可爱。弟弟真的是第二季一个爸爸的成长，包括在那游学期也是爸爸太疼我了，哥。刚才豪兴文问我们有没有旅游小攻略或小贴士可以去给一些我们想去赛里木湖和古都景区的观众分享一下。嗯，对啊。小贴士，小贴士，我是觉得大家去到那个赛里木湖的时候，一定要去抢那个高白龟。对对对，高白龟那儿的那个，只有那个地方有的那个。对，就那边独有的。非常的鲜，非常的鲜，非常的鲜美。对，它有点像三文鱼。对，可以生食的。对，但是我没有生食到。对，可惜，有点可惜。哎，是他俩的车吗？好像是。我那天开车开老久了。咱们前面那个，前面那个沙子吹的，哎妈！是，不是那上一期。上一期对，上一期，上一期对，就去这之前嘛，咱们从那个对，给大家讲一下上次是我们这趟车上，我们去赛里木湖，我们开错地了。我弟弟朱元风云，是不？对，咱走错了。对，我们走错了，带着节目组那个车全走错了。然后多走了40分钟，好像。对他们早到了。是。然后最搞笑的是我们车上兼顾的什么呢，我们车上兼顾的拍所有侧拍和所有车的一些画面的镜头全在我们车上。当时因为我们是盲选的车，对，然后导演组就说你们的车一走错所有的都没了，全走错了，设备都在那车上。对，都在那车上。哇，我记得我去新疆水土不服鼻炎老难受了，人家弟弟都冲过来了，然后又是那个羊肉哎，嘎嘎香！哎妈，对，是那天你在那不能吃那个羊肉汤，霍尔果斯那边。对，那儿最严重，我就眼睛流眼泪，然后鼻子流鼻涕，然后堵塞。给弟弟干沉默了，真给我干沉默了。哎，就是痛苦中带着美好，一边看着风景，然后吃着美食，然后一边洗鼻涕。前面是啥意思啊？弟弟看美甲，大家看美甲，弟弟。真的来这儿旅游还蛮多的。我做就为了防止自己咬手。哎，来这干活吧。是吗？但我已经很久没有咬手了，不会咬指甲。嗯，成长了。没有，想改掉这个坏习惯。从现在玻璃求求他们让我们先过去，求一下，求一下。那天好像是赛里木湖音乐节。啊？今天赛里木湖正好在开音乐节。对，是有一个音乐节要去。觉得新疆哪个季节最美？各自最喜欢哪个季节呢？我觉得你来说。我觉得每个季节都有它美的一个地方，嗯，是吧？是。你像秋天跑完就会黄掉，金黄色的土。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当时也只感受到了新疆的夏天，对，是吧？因为对，是的。最喜欢的就是新疆的天儿啊，那个是真的黑的特别。四季。对，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时候也有地方有雪嘛，雪山。哇，这个绝了，很舒服，真的贼喜欢新疆。最后一滴眼泪。就是我觉得我们待的有点太，其实虽然有10天左右，但是还是太短暂。还是短，没逛完，逛不完，太大了。美食吃不停哇，那个面哇，对，哎，你们唱错歌，那首，哎，马上播那一期了，我不知道会，就接那一期，不知道会不会播那个大哥带我们去吃那个薄皮包子，哇，那包子，绝啊，阿大，哎，得得很嘛，哎，得得很，得得很，包子得得很，哎，阿大西啊，赛里木湖有啥歌吗？那肉，哎呦，天哪，想吃，哎，这个绝了，没有歌呀。我真记不住，大哥有个赛里木湖啊，
新疆，赛马河，太漂亮喽！那个真的内蒙跟新疆还真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是吧？两种美。对，这个哎，你是不是下雪了？我是啊，你是不是下雪了？我下雪了，对，我自己下雪，我下雪了，贼硌脚。你下了还是小彤下的？啊，都下了吧？都下了，我记得我下了，我也下了。大哥好有少年气啊！嗯，打个水漂。对，你才发现。嗯。五个。三字打水漂打的厉害，打得好。少奇打的也好，少奇也厉害。哦，小辉打的也好。怎么样？有没有？远，看好了。嗯，真舒服。你们可望不可及。真事儿。啊，看我啊！突然间有点这个画面太有点。心暖暖，心暖暖，谁的心暖暖？我还不够，一辈子来听的还不够，去的还不够，玩的还不够，吃的还不够。来，准备。去待的时间那很快，其实。对，在赛里木湖统共只待了一个小时嘛。剩多少？一个剩勺。不是看谁扔得远的，来，你谁扔得远？我这最远。啊，这个横排可以啊，真是。哇，你这个好远。那最远，兄弟，没人超过我现在。啊，什么远了？看好了。这是我们游学季去了好多我没去过的地方。对。过分了。啊，看我！好想静静的，兄弟。真是。是吧？就是说，睡一觉行吗？太仓促了，你就在湖边弄个小木屋也挺舒服的。我感受感受，接下来呢，家伙们，我们要去哪里了？我们要去一个，我记得中午还吃了顿面。啊，这个时候中午吗？对。哦，对对对，是这样的，我们去的路上，因为我们其实已经去学校，忍不住了，太饿了，忘了。应该哦，都要去学校了，去学校了，好像是不是又吃了一顿？好，我忘了，是不是那天晚上吃饭？不是那天晚上吃饭吃了十点才吃的吧？哎，你还对每天吃的很快，吃有时差嘛？对，蓝的不是是白色的，白色的是这个颜色的裤子，我还专门穿卡其色，卡其长裤短裤，长裤啊。我那时候夏季看那个片段，我贼想学，对对对。对找到了，是这个吗？哦，不一样了，真牛啊！对，给我们搞到了校服。哇，找的这个还挺好。哎，你高中时候校服啥？初中时候？叫什么？国华高中。我高中什么？你初中时候校服啥？什么呀？校服啥颜色？我高中的校服是红色。这种有棕色吧，这种很高，不是红色和藏蓝色这样。我初中是红的校服，夏天是蓝色的。哎，我记不得了，初中我记不得了。夏天是蓝色，然后冬季校服是红色。对吧？六号课是第三组。都是一样的吗？哎，你们一共是有七号190呢。你我能跟你一起说吗？你这刚没毕业没多久，这是零四年级，零四年了，哥哥。是吧？你看我多少年前的学校了？高一八班，是不？我小学是也，小学也是红色。对，头发长长了，头发长长了。好，一会儿咱们去的第一场。我也头发长长了。是先是校门。头发太长了。一个店，三零二班。大笨，你在成都吃火锅了吗，弟弟？是学生经常去。嗯。小卖部。哦，我那时候没有。啊，吃了吗？像你们之前说什么火锅？没吃呢，我刚到就拍东西去了。哦，那你一会儿要去睡觉还是吃？我晚上看吧，看情况吧。你晚上去哪里？你说一下。晚上我去那个，报备一下。有个那个饭店。然后你把你的行程一会儿你罗列一下，你诉说一下。然后我把我去的店，然后发给你。对对对，冬天的时候这样。我发微博。戴耳机。发微博。然后103包厢。嗯，你成功在哪个行业？叫啥来着？成都那个厂，38吗？还是什么？过两天回高中。那个什么记忆？嗯，你高中记忆啊？
超级超级音乐现场。一周七天。哦，你在中央记忆是吧？是不是？全都是激素。对对对。周日能够回家。我天哪！中央记忆我大学。超级音乐现场，雷大，我今天去看了，非常大。是吗？对。我那啥，我那个大学时候经常去那边，那边以前经常举办活动啊什么的。对，我看氛围不错，很 chill。对，很 c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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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chill。Yes sir， 一定要报名，然后一定会准备。Yes sir， 提升这个学校的，加油加油加油！不是，我是就是为了全校师生面前表现自己。我们现在要不要来一个抽呀？先抽一轮会员卡。啊，不来不来。啊，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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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个表演的地方。不抽不抽不抽。咋抽咋抽？出一个属于自己学校。抽几张可以抽几张？抽几张，一人人手一张是吧？人手一张，现在我们波波间多少人啊？波波间，波波间多少人？选的这些节目必须给大家抽会员卡，必须继续。然后每年都会多少人啊？学校里面多少人？来，你说个数。先抽，主持人先生。没有假想敌啊！那会儿在比赛，每人两张。哇，这么多！肯定和你一起去食堂吃饭的兄弟都会明天。我们两个人都每人两张，大家人手两张了。所有人，今天在直播间的朋友们，马上。后台私信淘气放映机，每人两张，每人两张。好，他说每人两张。说实话，就每人两张。现在直播间有200多万人，一共400万张。200万张，好，感谢，好，感谢，抽出去。放映机。真的，我在路上抓一个人问我说：“你认识蒋东豪吗？”直播最后，还可以每人抽两张签名照。好的，400万张，400万张，记一下，记一下。现在真的很像买买提可以，咱们我弄一下吧。我们现在先抽一次好不好？可以啊，可以。这样你来吧，我抽你，你先。啊，我抽你，抽我。对，然后你抽我。哦。我来抽了。那我先抽我这边第一张，我这么我截图以后上面最顶标的那个名字，好不好？行，大哥，我你刷十个擎天做好多墙，好不好？朋友们，我看你滚动起来了，好不好？来，大家十个擎天做大做强，然后我们来那个抽取第一张我们的爱奇艺会员卡，来，来，也是二，三，二，一。咔嚓！哎，不能截屏吗？三，哎，啊，截屏啊！哦，弄错了，不好意思。三，二，一。他们人呢 ？OK。他们人呢？哪儿呢？名字叫做，一个指，一个手指右边，一个手指指左边，浅念。恭喜这位朋友获得爱心会员卡。也恭喜哥，你再抽一个。好的，再抽一个。来，三，本来挺有气势的，你别弄了。好，走吧。第二张是我们的，是天天天天呐问号，恭喜这位朋友，是天天天呐问号，然后呢，获得爱奇艺一张。OK， 那开始。好，来弟弟来抽一下两张。三二一，走起。我现在文好，恭喜第一位朋友。秃秃秃秃头兔，秃秃秃秃头兔，恭喜这位秃秃秃秃头兔，连三个工作日内联系我们的淘气放映机去私信，领取我们的爱奇艺会员卡一张。嗯，然后再第二张来，三，第二张，求你。用户957A37D3，恭喜这位朋友。恭喜这几位朋友连三个工作日内联系我们的后台淘气放映机去领取爱奇艺会员卡一张。对的，恭喜恭喜。看节目吧，一起看节目吧。哦，现在在买书包买文具。现在买书包买回上学的东西。我的妈呀！天哪，我真的好像小学生啊！买这个，你就是你没毕业多久？我们用这个，是不是？我们你每个买来袖章，我们在我小学生我还当过初中生呢。扣几分？对，就当过那么一次。我想问，淘气放映机，我们一会儿还能继续抽奖不？包能抽的，我觉得还不够。我也觉得还不够，包能抽的。就你这种站岗的，看到我都不敢问我个吱声，知道吗？哥哥，你是体育班的吧？
这种吧，没有，其实一般上学得把那个书裹成这样，然后这么拿着走。校霸他是，我站那儿。可以可以，待会儿还可以跟他尖叫。好的，他像体育课班长，就是有特别有那种气。他像恶霸，像体育课班长。你在学校里面当过什么？就是那个委员。我当过池州生。对，就是每天去那啥，就查你，哎，你红领巾带没带？一般的听你名字。小帽，我得要一个吧？是吧？我小学是穿迷彩服。哎，兄弟们，哦，带一个红的，需要带袖标的。下个月我来包带的吧，兄弟。估计没有。这个都播了，真伤人。播了个啥？我说拿小卡。啊！我说下回我来拿奖金好的小卡，估计没有。哎，这个卡了，又卡了，这忙咋回事？我这包里摔了，真有人让害怕了。啊，好了。十班，你们买书包，我得买点跟我这个标签符合的。他这一看就是啥级别的？他这是领导级别的。扣分了啊！他啥？代班领导。你说故意输杯子，我扣五分。扣分。染发，对，扣分了。小这不你吗？以前的。还真是。咱们这个海尔云洗衣机洗烘一下。你这个衣服能用洗衣机吗？我当时我们就六年级学校毕业的时候，我们会每个班里边每个同学会在校服上签名字。签名。我现在我小学那件校服还留着。五分钟不间断速洗。签名，你这对你有意义的。对啊，就是让老师签，然后让同学签。哦。你不是还有个咱十个人那个名字那 T 恤吗？对，就毕业就会这样去弄。有意义。我下次来签一个。能分享一下学生时代你最喜欢和最不习惯的学科吗？我问你一个就是很牛的问题。你问。学校里边哪个老师身体最差？哪个老师身体最差？对。好欠打呀。这咋知道？体育老师。讨厌他。已经开始想揍你了。老师当时玩手机。我懂了，体育老师的身体最差。因为体育老师经常说体育老师今天有事儿，数学老师来带一下课。体育老师今天生病了，体育课被数学课换了，还有美术老师。体育老师身体不太舒服，请假了。怎么觉得身体最不好的竟然是最经常运动的体育老师？还有一句话，你们这帮学生是我带过美术老师，从楼下就听到你们吵吵了。你这个喷口水喷得很精髓。兄弟们，回我的高中，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兴奋。是我的网站吗？是回自己高中吗？好像是，我刚看你卡了，哥哥。如果用一首歌，我哥哥卡了。你的高中你会用哪首歌？哦，我那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叫《第一次》，才是我的解药。哇，大哥一会儿。大哥，你是？哎，这首歌，大家一定要听大哥一会儿唱。巨好听。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大家知大家好奇这个八怎么好听的不得了、啊、就是跟体育课有关这个啊我头上这个八我们要有一个八八为啥就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上体育课然后玩游戏玩那个红灯绿灯小白灯啥是红灯绿灯小白灯就是你蒙住眼睛然后你要去抓人然后我那次就是我是抓人的那个，然后我就蒙上眼睛我就跑，然后一跑一头撞墙上了，真的。哦。然后直接这儿就开了一道，然后缝了四针了，缝四针。奇怪怪的人，牛不牛？调皮了那会儿，调皮了。我当时撞完我都懵了，我操！撞上兄弟，我那会儿才五年级啊，五年级，然后贼疼，然后我以为没事儿，然后我同学说哇你流血了啊，然后我就去厕所照镜子，然后咔来了一口，然后中午我妈来学校接我，然后去那个去医院。你别说你们学校是真的好，现在是不是不敢调皮了一下？也没有，然后接着玩了就。
你们没还敢玩？因为我小时候我头上全是磕的那啥，害怕。我小时候我这儿有个疤，我也有，我头上一堆疤，全是碰的。你是淘气弄的，是不是？我手还摔断过呢，我这儿摔断过。那么严格吗？断过。对，我这儿也摔跤摔的。看看你这，就是断了个圈，然后摔的，然后直接。然后应该是手动，就先接触到地，然后就杵了，然后臭了一下，然后算粉碎性骨折，然后打了四根钢钉，现在还有疤。你这感觉没有一处好的呀，身上啊。然后当时就休息了三个月了。让我看一看。现在的灵活没事了。现在没事了，当时正好在学键盘。我高中。然后也不影响，然后就我。那会儿还因为有点影响，右手指左手。是吧？他那个音阶会好一点。你知道我这怎么弄的吗？咋弄的？我当时幼儿园的时候，然后那个有一个那个秋千是那种龙舟式的秋千，是用铁做的，来回荡。然后呢，我掉了一个东西掉地下了，然后前面有个同学，他正好一滑秋千，我头是整个人翻过去了，我头直接杵地上就滑破了。哇！哦，经典疼，疼了几针。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这儿还我锁骨还断过，我就以前这也断过啊，我锁骨是摔也是摔断的，玩滑板摔断的。一般这个你还挺黑怕的，你喜欢什么时候还玩滑板？我玩滑板刷街，我天天我带几个小伙伴街上刷街，然后就所以你会玩路冲。我昨天做的就是路冲嘛，但我那会儿玩的就是就纯滑板，玩过双翘，也玩过那个小鱼板，小鱼板就刷街用。有点不太，你看看，你看看我们俩能长这么大的不容易了，是不是？还真是。我小时候有，我小时候有一次差点死了，你知道吗？有那么一瞬间，我真的感觉我在那个北戴河游泳，然后呢？然后我不知道咋摔倒了，然后我就起不来，我差点淹死。然后我一叔叔给我拉起来了，啊，给你淹住了，给你呛住了，呛好几口，差点就死了，兄弟。他们说。好难杀啊！我喜欢什么鬼？好难杀！但那次确实给我吓着了，我天哪！因为我那会儿小很小，个子贼矮，然后就去就游到那个深水区了，还不知道是咋，然后反正就啪就扬起来了，然后。哎呀，对，你现在直播了，你的画面是在左，你在左侧还是右侧？我在我的右侧。我们时隔晴天，在你的右侧。晴天，对，我们的少年来这里游学，你的那边参观，对，真是。那你来，咱们来比个心，咱俩来远程比个心。欢迎墩墩回到家乡，回到母校。嗯，队长了吗，朋友们？我们队长了吗？白校长，好好介绍一下。这所学校成立于1957年，建校至今已经有68年的历史了。队长，这所学校我们我这边队长了，不知道培养了许多来个方块哥优秀的人才，像以墩墩为代表的人才。等一下，你怎么这么大、啊？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往前就大了，后就小。哇，这么好早的校史，1957年，对，1957年之前的老照片。OK， 大哥是对上了，哇，历史好悠久啊。梦你了，我大哥的学校里面有大哥的那个。这是我们现在校徽。我没事，我刚刚调皮了一下。以后用的就是大家现在校服。长青帮已经不是说校徽了。对上了，姐，我说梦你了。现在是每一年我们都会这个保留节目。一会儿给我封杀了。我们食堂是个钢琴。给你。这边的墙上。没事儿。比较熟悉的老师。你在哪？朱青老师。这边马上要看到大哥了。负责音乐的。还有没有？节目中大家去了大哥的高中，可以各自分享一些高中时代的趣事。高中时代的趣事。要诠释当时。对，是的。这面墙是我们的荣誉校弟弟，你有吗？有啊，他来了，重点来了，大家看，还真有，得更新了这个得，十个晴天董事长，十个晴天董事长，现在应该是十个晴天董事长，内地男歌手，十个晴天董事长，未来也是蜂王，你继续转转去，对，转学校，谢老师，我真好像小学生，我先抽我两下，一路能够顺利。没有，没事，你别抽自己，我来抽你。新疆游学顺利，走吧。
谁才二十一？弟弟才二十一。一男二一弟，女二一。哎呀，我天呀！我八岁。那这样不会吵到吗？就是在同一个楼里面。我们有隔间。那会儿唱那个什么《长亭》。来分享一个高中趣事。嗯。分享一个高中趣事。哥，你先。我想一下。嗯。我高中的趣事，我思索一下。我不知道我讲过没有哈，我好像给大家讲过。就在高中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初中有一次就毕业考试还不错，然后高中呢我就继续奋发图强，我要考好成绩。然后呢，那会儿呢我的头发呢就爱留贼长，然后也就爱还是爱捯饬自己发型。然后呢发现老捯饬自己的发型会就是影响我自己的学业状态，老想着别人帅怎么帅，老想我说不行，我不能被这些东西来影响我的学习的动力。我就直接去学校门口的理发店剃这个光头，当所有人愣，所有人说你为什么剃光头？我说我要安心学习。结果推完以后，他们都说好丑，然后整个人给我破防了。破防以后更没心情剃了。哥，你不丑，你咋样都帅，真的。对，你看，我喜欢你说假话的样子。不要听那些。然后我就直接推了光头，真的。然后当时我就后悔了，因为一个头发你要长长要很久很久。然后那会儿我被搞得就有点真破防了，整个人就是没有自信，然后每天戴着这种帽子，然后每天戴口罩，哇，上课。说到剪头发这个事情，我的初中的时候，我要听一下怎么个解药法。我初中的时候，我们的男生的头发就是手拿过去不能就夹起来，怀揣这个对应三毫米啥概念？就是比我标啊很短的。对，然后每天我就戴个帽子，然后老师还不让戴帽子。然后也不知道啊，对，不让戴。上学的时候都不能戴帽子吧？光明的未来。不让戴，然后我偷偷戴。这首歌它及时的出现也算是拯救了我了。你念我的选话吗？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有点长，然后被那个校领导就是那个叫。教导处记名字啊，在练琴的时候打开那个，然后记名字你就得出校去剪理完头发，然后去消名字。要艺考的东西，消什么？那个旁边去消名字才可以啊，消名字。对，然后那次消完名字的时候，就是因为学校不让带手机嘛，会和老师们在一起上阅。但我那会儿就是我偷偷带手机。对大哥来说是一个充满青春回忆。然后我去到初中就有手机了，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高中最喜欢的歌，你出的哪？因为那会儿，说实话，我就已经开始写歌了，就会搜伴奏，还有歌词在手机上用。你看，好好听那个唱。真事儿。好听。什么幻想理想梦想想来想去就觉得那么的多，在忙碌的人群中忙碌的走过，却不曾改变孤独的我。那些烦恼苦恼无聊仿佛拉着手在我面前舞蹈，在冬眠的幻觉中忘记了太多，在2008犯过的错。我要马上就跑，不让别人知道，我的想法从来就没人明了。其实就像广告，没有什么味道，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我要马上就跑，不让别人知道，我的想法从来就没人明了，其实就像广告，没有什么味道，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哦，音乐才是我的解药。好好听，好好听。当时这歌，我们其实啊，当时那个。大哥只唱了几句，想哭，因为当时大哥担心这个版权，版权。看到大家，李老说，回高中的时候，花钱没事唱，回学校的那种热唱，买情感买，就是看到大家都这么买，先买这个自己大哥上学的时光，是
是吧？也是我想表达了，就是上学还真的挺幸福，真的就是可以无忧无虑的。就我其实也有，就人生每一段时光都会听，就是好经常听，每天度过，每一首歌就是陪伴。听到那个，就像大哥这首歌一样，陪伴你很久的时光。就你，然后再去听的时候，你就会回想到当时的那个，人和事情还有记忆。是，哎，哪首歌是陪伴音乐你的记忆的呢？请监考员组织考试。如果选一首歌，我小时候有啥意思啊？海阔天空。海阔天空？海阔天空。对，啊、我小学的时候听的，真的，我小学时候听的。你，那你每次演唱会上海阔天空，你的心情不一般啊？就能想到小学那个事情，就是我，我是从小学四年级，从吉林到呼市，然后当时就是因为在吉林有小伙伴嘛，然后就很怀念他们，哦，然后就一直经常晚上听那个。哇，三角形这有什么戏？你真的好嘲讽。还有你的童年记忆的一首歌。蚊子有多少颗牙齿？对，算是比较深刻的一首。对了吧，第一道题。新疆我不知道我。大家知道蚊子考试也是。这我都要这样了呀。就不让你抄。不许偷看。小时候拿小抄怎么拿？他给你扔过来之后，你假装比掉了，给假装捡笔的时候把那小抄捡起来。哎，我发现了，你干没干？就如果你在当老师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套路你都已经很不屑了。好 easy， 因为。人家都这么过来的，都是是不是？过来的这种。对。你考来干啥？考来。来干啥？我初中就坐那个位置，我初中就是挨着，要么就是挨着讲课台，然后要么就是垃圾桶。在干啥哥？自制美甲。有几道题真挺难的，很难。沉迷角色，不是这个，给我们产生很大压力，说实话，这段老有压力了，这段。真的。说公布成绩就是我记得要。何浩然不许偷看。忘了。还这么清晰的。老师，有人作弊。老师怎么样？谁呀、啊？谁？对吧？谁拿手机、啊？我给你妈打电话了啊！老师没收他手机了。哇，这句话把你家长叫来，把你家长叫来，被举报了。哇！下课打他。下课打他。下课敲后窗网线。对。李耕耘老厉害了，朋友们，真的老厉害了。那天写贼快，对，贼快。我那天那个作文给我写，我搞懵了，写懵了。这啥题目来着？就关于青春的。对，对对，青春的，是吧？对。我们其实这个，当时大家看外面天儿那么亮，当时已经八九点了吧？还有十五分钟交卷了啊。但对，就已经九点左右了。对对，九点左右了，马上九点。哇，写老久了，这个我当时，我是那种，我都不知道咋写，对，因为那个题材跟我有点不太符合。对。不是，他主要说他这个成绩要公布，然后后面说就说看我们考怎么样，我有点懵，老紧张了。我说你这公布，就跟那啥一样，跟上学的时候把那名次排名出来一样。耕耘监考吧。啊，我监考，真是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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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他这个。贼眉鼠眼的干嘛？后期剪的好有。看你帅，老师。你是这个班主？你是这个班主？你睡着了啊？你怎么还白卷啊？哦，加油，还有十分钟。我应该播客里边放包辣条，对，要卖萌。实在答不出来，可以提前交卷啊，能挺费劲的。对这句话，那挺费劲的味儿的。不是文心，
不要打断我思路。老师他老看我炫，没有意思。我就是老师。你是什么东西？你牙齿挺白啊。当然了。他影响我的智商。这个给剪进去挺牛的。我智商本来就有限，你还在这晃。你俩是真厉害，一个影响思路，一个影响智商。你就是讲得好，好好学啊，看好你。你再过2年就是冠军了。最好不是让你骚扰。喜欢这个。你看看，哎呀，还能叫我？那一回就是那种班里边学习嘎好的学霸，学霸真学霸。随便写，那不是自己写吗？是吗？你看，真的，一会儿上学闯完试以后，都会站外面。四个因素啥？那出来对答案，对，出来对答案，最怕这个玩意儿了。我选的 B 啊，哎，完了，我选的 C。几个小时？对，是选错了就生气就破防。别写了，你不会的你也写不出来。这个真的是这个玻璃是这样的。二十七个，嗯，你累不累？没有，我现在差一个结尾。一般是怎么结尾？不是，一般我们考试都把书包放下来做作业。对，谁偷你这书包啊？来，锁，我刚买的书包，包袱时刻都在背着啊。我妈画的书包是租的，租着，对，舍不得放下来，是不是？就这样吧，虎头蛇尾一下。在家里边不脱衣服，衣服脱了。你看看，写了老久了这个段子。让他俩写吧，他俩正走心呢。滔滔不绝。但是后面那个就不知道在那儿干啥呢。你干啥呢那会儿？我在想那个作文，觉得那个作文他跟我差点远，你知道吗？你复读也来得及。考试结束时间。做完真的跟我差点远，我后面不知道咋写，真不知道咋写。哎，是很难写。具体我们的最终的得分呢，我们到后来去看一看。对不对？你看作文写给高中的自己，当今也没2年，我写啥我？你看弟弟这多伤人。我这咋写？我这写啥呢？我走了。这前就感觉前两天的事儿，你知道吗？对我来说，10年前的事儿了。10年前，没有哥。哎，当时我们在念这个作文，是不是？嗯。哎，这还挺有意思的。真事儿。对，真事儿。二三，后门。有延迟。啊？咋了？这不要脸的。没人了吗？一共10个人，他们看不到我们了。啊？他们看不到我们了。怎么没了？为啥没了？高中时候的不知道呀、啊。他们说人呢？主持人先生，主持人先生，能听到我们声音吗？能听到吗？我也庆幸自己能够坚持。没人啊？他不会到点就下班了吧？那几年你风发的跑在球场上的样子，很多年都没有过了。我的。What？ 可惜没有继续踢足球。What？ 但也很感谢你在高三那年及时醒悟，没有浪费更多的时间。咋说？是有啥事？没有把事情搞得太糟。咋说？我不知道啊，等一下。对，我也看看他们。有他人看法的，做自己。等一下，我去评论问一下。我去问一下。调皮捣蛋真的很快乐，就是觉得。主持人怎么不在了？尤其是直接下班走了，对。好像并没有。What？ 多的回忆。如果能回到当初，一定要好好感受。我还有签名照呢。继续向前走。对啊，加油！回来了是不是？鼓掌。有吗？没有。我们的淘气放映机呢？你淘气放映机呢？分发的。主任先生。不是。淘气放映机呢？好好说啊！不听清啊，咱们的音响。回来了吗？回来了，有了吗？有了吗？回来了，有了吗？回来了吗？嗨，有了有了，回来了吗？有了吗？有了吗？有了吗 ？Somebody people， 这句话真没听懂，是不是？我也没听。他们说好了是吧？好了吗，朋友们？不知道怎么突然断了。大家如果好，能不能 Q 个一啊？能不能 Q 个一啊？我带来的作文题目是。
你好，何帅。扣一扣一。何帅。很有水平，很有水平。你好，何帅哥。他们扣个一吗？他们说有了。但有了有了。别太骄傲了。回来了。怎么把这个线拉了？有了有了。以后呢，你会更帅的。哦，回来了回来了。OK OK， 朋友们回来了。那我们要不要弟弟给大家赶紧先抽取我们的？这个是签照，两张签名照，对，送给大家。嘉鹏不着急啊，等大家回来一下。勇敢的去做。怎么？我们看看，正好看到何浩南这个什么你好何帅，但一定要反复观看这个你好何帅系统。来吧，十个金钱做大作战。对，真不笨嘛，十个金钱做大作战打在公屏上，我们来抽取。哎，还能抽取多少张呢？何帅、何浩南、何大帅哥来的作品。来了。我是何帅。行，三、二、一。无意之间说帅帅。恭喜我们的玉米侠三个点，恭喜。恭喜恭喜这位朋友，恭喜。三个工作日内联系我们的淘气放映机后台私信领取对的签名照一张。来，我抽第二张。第几张呢？三二一九。恭喜，给个麦，然后一个这个的 emoji， 给个 emoji， 这个的 emoji， 然后联系我们的淘气放映机，三个工作日内领取我们的签名照一张。恭喜两位朋友，那么下面就有请二哥来抽取他的两张。OK， 什么地方？那我来抽取了，张朋友们，两张我们俩签名照，来，好不闹了，三、二、一。我带来的作文名字叫做《十个晴天》。恭喜我们的朋友每天都想多吃饭，我的第一张的签名照，每天都想多吃饭。你好。我是为了吃饭，吃饭，好好吃饭，家人们好好吃饭，好。你有来，我们第二张好不好？来，有了一个好兄弟，我现在真的有在慢慢变好，向着光的。恭喜这位朋友叫陆卓豪，获得签名照一张。啊，我的大名字陆卓豪。高中时，恭喜陆卓豪。哎，恭喜恭喜两位朋友，恭喜啊，还有我们。之前的有那个签名照的朋友，还有那个会员卡的朋友，嗯，恭喜，三个工作日内对联系我们淘气放映机，对的对的，大家记得联系淘气放映机啊。签名照以及会员卡，是的，朋友们，今天的陪看直播我们可能到十，但是呢，都肯定是不止于此啊。十五岁的你走上，大家都去我们的对。多去留言，多去弹幕互动，对，多去我们的爱奇艺里面直接多多互动啊，家人朋友们，来多多可以打那个弹幕，也终究没有白费，多多刷弹幕。Yeah， 最后用一句话推荐一下《你好，重力少年二》吧。怎么推荐一下呢？就是《你好，重力少年二》是一个不看就会特别后悔的节目，因为第二季。我们更不一般了，情感对更加的升华，然后彼此了解的更多，然后我们去默契了更多，去感受了更不一样的。对对对，大好河山，其实大家在多多期待，真的每一期都特别有意思，大家都在，对不对？是的，弟弟，你来说一句，我跟二哥的意思一样，知道吗？那大家也要期待我们弟弟的十月十三号在成都的演出了。谢谢二哥支持。然后呢，最近为我们多多和大家见面，好不好，朋友们？然后我们去忙碌吧，弟弟赶紧，因为他没有睡觉，然后你也赶紧去休息会儿，然后在成都去吃火锅啊。好的。然后有什么美食，大家交流，推荐推荐。我打小是很明白，二哥你也注意好身体，好嘞，别自己太累。来给大家比个心，弟弟。大歌星，拜拜，拜拜，朋友们。歌星啊，好。但还好，十年后的我没有对不起当时你的那份勇敢果断。拜拜，朋友们。你热爱的事业也已经慢慢实现了。这十年，拜拜，弟弟。走的每一步，走了。拜拜，拜拜，哥。拜拜，拜拜，朋友们。大家朋友们，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做到了。